我看啊，镜子，还有我在这里，把它搬起来，摁住它。三根火线，三根加热的线，就是三根那个接发热管的线，这三根。然后就是剩下的就这两根，这个就一定要分。哥哥，看。嗯，正负，你看这个是有标号的正，一个是正，一个是负，正负，然后是红色的接正，黑色的接负，然后是用。看不见黑，但是可以看见红。对，没事，这样就行。OK， 可以了。可以啊，这里。